大家好，我是瑞邦国际金融的廖子蔚，很高兴今天有幸作为这个第九届的夏季民族舞蹈风的这个主题赞助。我很高兴地说，在社区这已经是第九届了，我们华人社区的文化艺术活动在所有的团体包括这个韵歌舞团的这个带领之下，大家的这个文化生活还有少年儿童的艺术培养都做出了巨大贡献。那我们每一年都作为他们的主题赞助，也非常的荣幸。我想说，社区的活动需要大家，我们华人社区在加拿大，尤其在多伦多，在整个世界的金融经济都有起到了非常大的快速的发展作用。华人是很坚强、很勇敢，也很聪明的。最近我们从我们 London Life， 从我们的资产管理方面，也体会到大量的中国的财富热钱都到世界上来。在温哥华也有很多的富豪投资购买5000万的房产。所以我想说，中国人这个势力，中国人的社区是不可忽视的，是很强大的。那么作为瑞邦金融，作为社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希望我们继续努力。我们也再次感谢华人社区对我们的支持。预祝这一次演出圆满成功，谢谢。